这土包子，今天我们一定要打败你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啊？王星八被艾森斯要跟人家决斗。他们都是我的兄弟，兄弟的事我管定。我跟你斗，我现在宣布，西街新一代最强的人，希望。可恶，
我们一直帮他，只是昨晚 ，anyway， 早上我们就不该对他那么好。我就说他这女人墙头草两边倒吧，人家有自由选择。你现在还帮他说话啊你？哎，他现在跟我们可是血海深仇哎。输了就是输了，没有第二句话好讲。我看你现在是重色轻友吧？什么？你也觉得是他一句话，你就去帮他？现在又为他说话，那你说啊？亚玉，你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根本没有自己的个性，你知道吗？你说，你现在到底是要朋友还是要女人？尤亚玉，你听我说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不是朋友的，不会接受你的解释；是朋友的，根本不需要你的解释。我还要打工，失陪了。小孩子玩游戏而已嘛，干嘛那么认真啊？女侠闯荡江湖之舞，真气死我了！我又不是故意要让尤雅鱼失去世界最强人的封号，我灭绝师太才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呢。尤雅鱼，你帮我找到银河姐姐，你是好人，你是世界最强的，你才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。我会当你是好朋友哦，你看，哇，好多哦！我以后离目标更进一步嘞，小李子，我们去喝饮料，我请客哦，我很少请人家喝东西的。请问两位要喝点什么？尤雅鱼，你听我说，我那天排期掉，手上一堆东西。今天店长推荐的是冰卡布奇诺。特价的哦，所以就两杯吧。好的。干嘛打断我啊？女孩子就要有矜持。那我用写的可以了吧？你先让我试试它。可以帮我换一个吗？好的。我请另一个女服务生过来帮忙。怎么样？她是看到你才这样，男孩子都会演戏。我还在试她。请问厕所在哪里？那边。你可以带我去吗？没事吧？